段大侠一起通过。来来来，段大侠，赶快喝杯水。哇，辛苦了辛苦了。我们现场的朋友，待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，好不好？因为好多人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场有好多小朋友可以坐下来的，我们就先坐下来，好不好？哦，请大家要注意安全。哎，段大侠，那罐是我的呀。好，那是你的。是啊，是啊。怎么偷偷放在旁边了呢？刚才喝过了是吧？哎呀，现场的朋友，从我手上。好，现在呢，当然要帮大家这个谋福利啦。所谓的粉丝福利时间就是现在了。段大侠，我要邀请我们现场的朋友来和你一起玩游戏。好啊。那么上来呢，可以偷偷摸你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我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要挑选六位朋友上台来和我们段大侠一起来玩游戏。现场的朋友，你准备好了没？想要上台来和我们段大侠玩游戏的朋友，请。从哪里方便？然后，直接上来，你直接点名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让他们直接冲上来啊，不好吧？待会我怕我们这个墙有没有就飞到后面了？哪一位？那个一个帅哥和一个姐姐。啊，看到这个帅哥对不对？还有旁边的姐姐。还有狗狗。哦，小狗狗。不是狗狗下面那个人吗？啊，狗狗下面那个人，好也好也好。两只狗狗 ，OK。好，四个了。对那个宝宝。哎呀，还有宝宝。有没有给你诚意的？有没有那个眼睛？是不是？那位女生，啊、女生，因为摇一摇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请帮好不好？好，请上来，请上台，我们六位朋友。哇，怎么一下怎么上来了三只狗啊？什么游戏呢？我们要来跟我们的段大侠玩大声功的游戏哦，由我们段大侠来说新台貌，我们要请所有的朋友喊越来越好，会不会喊一下看看？哎，那这样你就输定了。请问这种音量 OK 吗？当然不会赢吗？有一个音量测试机，是好，测试出它音量的分贝，如果你的声音很小，就没有拿奖的机会。所以要大声一点哦！现场的朋友，好，段大侠，我们现在六位了，对不对？都是你最死忠的粉丝哦，哈！喜不喜欢段大侠？喜欢。喜不喜欢妈咪？喜欢。好喜欢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又把握机会了，哈！要不要带狗？多一位吗？多一位吗？好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好，没关系，段大侠就七位了，好不好？开放给你，高不高兴？那现在就是谢谢，傻笑就对了。好，段大侠，我们先从第一位开始。好，从第一位开始哈。是，你要喊新台貌，好不好？我喊新台貌。那其他人喊越来越好，准备好了，暖身一下，暖身一下，一起喊一次，越来越好，来三二一。要大声哦，要拿奖。要大声，要大声哦。我说新台貌，你就说越来越好。好，新台貌越来越好。多少？130.6。好，我们先把它归零。好，130.6。姐，快点上台。好，怎样归零？来这儿，这儿，看一下。好，归零了吗 ？Reset。好，这位男生，你是唯一的男生哦。你如果成绩比他差，你很丢脸哦。加油喽，准备好。新台貌越来越好。啊，多少？135.4。哦，最后一次加油！厉害厉害，好。接下来我们这位妈咪。下一位，我们只算人生，不算狗生，不许让他叫。来，准备。新台貌越来越好。这个是高八度的分贝，对不对？来，135.4。你们俩一样的，他们俩一样，一样吗？对对对，好不好？下一个会136，对不对？不会，最高的音量就是这个指数。没有没有，最高音量破800，开玩笑。好，继续准备下一位。我说新台貌，你就说越来越好。好，准备好。预备，新台貌。好。
值得鼓励。好，来，我们往我们的左边往一步一步来，是。我是新台报啊，准备新台报。一样吗？一三四点六，河东狮吼声的，对对对，好，不错不错，好，接下来是小妹妹。baby， 你要参加吗？你确定吗？妹妹加油！你确定可以拿奖吗？好，你要确定你能喊过他们四个人、五个人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来，我说青苔报，你说什么？刚才我们比谁的声音最低好了，来，准备哈。准备开始，好，我来说哈，新台报越来越好，给我们妹妹一个掌声，也不错，也不错，一二二点四，好棒啊！照你这个声音，可能好不到哪儿去啊，要加油哈！来，苹果，最后一位，加油，加油，苹果加油！不要着急，不要紧张啊，慢慢来。新台报，这个声音啊，一三四点九，哎，也不错，也不错，也不错，那好，最厉害的就是一三五点四，哪一位？我们的工作人员，两个再比一次，对，就他们两个现场的朋友，要不要请他们来 PK 一下呢？好，来，两位请向前一步，我们到中间来，准备好喽，我们再来一次哈。今天参加完这个节目，回家以后都不说话了。烧身啊，烧身，烧身。好，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们请男生先好了。好，准备好。好，你在那边运功一下。准备开始，要不要先训练一下？好，准备啊。新台报越来越好。哦，多少？比刚才差一点点。啊？一三四点六。中气不足哦。没有，刚刚喊过了，有关系。有，外强中干的。好，来。好，准备。好，不吵了，加油加油！新台报，越来越好。高八度，135.0。耶！哇，这是我们的冠军出炉了，就是我们这位小姐，对不对？好。好哇，我们要不要把奖品拿出来？要！我们请我们的这个段大侠先来送给我们这位小姐，我们现场朋友给我们这位第一名一个掌声。等一下，我们要拍照一下，来，好，大侠，来，先跟我们这位小姐，好，我当然可以偷偷摸一下，没问题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